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可注911页啊，911第6行啊，第6行，经文：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悟起。以下这一段经文跟我们讲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善恶变化来的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善恶变化者，尽心云，善变化即善去报，恶变化了即恶去报。这个报是果报，善恶是因，三善道、三恶道是果。所以叫变化。啊，慧疏远，今世虽善果，这叫所作因啊，业因呢无，在来世便招殃果。现在虽恶报，所作善，在后生化享福报。千变万化，不可拘束。那么这个是变化了另一种的解释。我们再看底下的一段加强书里头说的：恶因得苦，善因得乐，其报亦千也。啊，这个义是难易之义，前者呢，静也，善恶感报快速。古云以前，我们先来谈谈这一段。这个经文要多念几句。 常常在生活当中帮助你关照，起心动念是意义，言语是口业，造作是身业。 身语意三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自私自利就是恶。帮助众生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这是善。真正的大善是自行化他，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这是大善大善里面的第一善，离苦，要离究竟苦；得乐也要得究竟乐。离究竟苦是永远。 离开六道轮回，这才叫离究竟苦。得究竟乐，从今往后，无量劫中再不受苦。 经上说得好，不但不受苦，连苦这个名称，像杀盗淫妄这些，听都没听说过。何况四十，这个功德大了，谁能做得到？ 菩萨能做到，阿罗汉能做到，六道凡夫、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都做不到。我们非常幸运。 这一次到这个世界来，佛法虽然衰了，衰得很严重。在中国历史上，佛教传了2000年，这2000年当中，从来没有像 现前这个衰相但是我们非常幸运，能遇到净宗，能遇到夏莲居老居士的慧解文，能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这是不信当中的大信。这个经本跟这个注解，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完成的。我学佛65年了，在65年当中没离开经本，深深感到无量的庆幸，遇到这两个本子。为什么？这个本子把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真的讲清楚了，讲明白了，让我们真正升起信心，不再有丝毫怀疑了。发愿求生，这个愿恳切，在日常生活当中，唯一的一个希望，就是希望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就跟他去了。他不来，我们在这等他，怎么等？念佛等他，弘经等他，也就是说，把这个法门普遍的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希望大家都知道，希望大家都照这个法门修学。这个法门无比殊胜，就像阿弥陀佛第18愿所说：“纵然这一生无知，造作的无逆十恶，那是地狱业，无间地狱，造的人很多。你把十善业道，不要讲别人，这是最普通的、最通俗的，拿来对照一下。现在这个社会上的人，谁不干杀盗淫？谁不妄语？两舌、绮语、恶口，谁没有贪嗔痴？无逆十恶，必堕地狱。这十恶摆在面前，我们细心观察，一一来对照，太可怕了！最重要的是要回头看看自己。自己有没有犯戒？有没有造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还来得及，只要你一口气没断，真正忏悔，回头。信愿行三资粮具足，阿弥陀佛慈悲回来接引你。什么样的功德最大？帮助众生历究竟苦，得究竟乐，这个功德第一，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我在5年前放下华严，守住一部经，一句佛号，通通放下了。时间到了，年岁到了，今天早晨我听到一个消息，四川峨眉山惟清法师往生，95岁，早年间我年轻的时候，李老师告诉我，80以上就应该念念求往生。时间到了，不定什么时候走80之前还可以，过了80岁随时可以走。这个话是真话了，不是假话。我今年90岁了，老和尚大我5岁。峨眉山我去过2次。我们可能见过面，但是印象不深。到峨眉山是跟着大众观光旅游，去拜拜普贤菩萨。老和尚自己写的字送了我不少，我们这个道场很小，我都把它掌挂了。虽然我们平时很少往来，也没有通信，可是我对他很尊重，非常尊敬。我听到这个信息，也对我是个鼓励。他走在前，我跟在后面。弘宁法师编这个小册子，若要佛法心，唯有僧参僧。书名是老法师提的。我看了很感动。这个小册子以前我没看过，最近看的印的本子，后面有3张光碟。我把这个光碟在电视机里面播放，我自己看，我看了很感动。我也非常感激弘宁法师，他辛辛苦苦十几年的时间，到处收集这么多材料，里面2/3我都没有印象，年岁老了都忘掉了。展开这本书，我是看电视，回忆到过去。许许多多的知交老友都不在了。这些年语言不足，过去十几年前，我还常常回国看看这些老朋友。感慨万千的，所以读到这些经文，感受特别深。金舍士也就是说我，给我提出警觉，帮助我看破放下。往生极乐世界这条路上没有障碍，一帆风顺。这是万年唯一所求的。起心动念，不但是经上所说的重恶不能造，不能起心动念，纵然是善法也不能放在心上。金刚身上一句话讲得好，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断恶修善，认真努力去做，做完之后别放在心上，就是无助。放在心上就是有助，有助就有业报，无助就没有业报。所以做而无所，无所而作，这2句话重要。心上只存佛号，学海贤老和尚，92年如一日。老和尚不认识字，一生没有看过书，没有念过一部经。跟大众上殿，大众在诵经念咒，老和尚在门口站立着念阿弥陀佛，一句佛号不简单。我们在永思集里面看到，他的母亲86岁自在往生，他的师弟海清老和尚82岁往生，都是那么样的安详自在，给我们作证了。证明什么？证明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海贤老和尚寿命这么长，我认为那是阿弥陀佛加持他的。他自己曾经说过，多次见阿弥陀佛，求佛带他往生。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大家做个好榜样。这个大家广义来说是学佛的佛弟子，下义地来说呢，是给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做个好榜样。所以佛是留他来表法的，这个意思我们要能够体会啊。阿弥陀佛慈悲，也是海贤老和尚慈悲，住世这么久，给我们做榜样啊，特别是给下莲宫无量寿经汇集本做证。这一部经是真言，字字句句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五种原译本里面的金句。下莲老汇集没有改变一个字，等于说就它的原经的原文重新排列一下，没有更动一个字，那就是真经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依据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这一些祖师大德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大德，不是普通人了。那么这个注解就有价值了。我们读这个注解，就读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一个有善根的人，有智慧的人，对于这个本子，决定不会怀疑。啊，夏老、黄老留下来的经跟注解，字字句句有根有据，在历朝汇集里面，注解里面可以说是第一了啊！这么谨慎，这样的用心，取信于世尊末法时期大众啊，末法10000年，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第二个1000年。现在是第3个1000年，啊，那么换一句话是，往后还有6000年。这6000年当中，佛法哪一个法门，哪一部经典，能让众生得真实利益？啊，就是这个问题。 啊，所以我们的任务，劝导大家对这部经产生信心，决定没有怀疑，依教修行，学海鲜老和尚，决定得胜，啊，才能够永远脱离 六道啊！啊，在现前善恶一定要清楚啊！早些年我在美国的时候， 黄念老劝我，在各地念佛的同修啊，大家都用一个“净宗学会”这个名词，是夏莲老提出来的啊，但是在国内啊， 没有成立啊！大家念念不忘，没有机会。告诉我，你在国外先立净宗学会啊，我就同意答应了，我很欢喜。以前我们用联社啊，用学佛会、佛教会，用这些名词。 啊，我们就把它改过来，在净宗学会、啊净宗学院，学院注重在教学，学院注重在念佛，其实就是联社，就是念佛堂。啊，美国、加拿大。 我在的时候有30多个，现在有些没有了，大概还有10几个。我们要认识善恶变化，追逐所生。啊，亲朋好友。 在六道轮回里头，来生再遇到，会遇到，遇到不认识啊，像我们这一生一样，又到人间来了啊，过去无量劫来，在六道里头，生死轮回啊，家亲眷属，这一生。 遇到了不认识啊，不是没有遇到啊，有欢喜的，有厌恶的，什么原因？欢喜的以前在一起，家亲眷属；不欢喜的那些冤家对头啊，都是对立找麻烦的，现在又遇到了。 啊！如果我们学佛，细心去观察，会体会到，这个人一见如故，过去生中没有缘，怎么可能？这个人一见就不舒服，啊，那是恶缘呐，一见欢喜善缘呐、不管善缘恶缘，出不了六道轮回。出不了六道轮回，肯定在恶道的时间长，在善道的时间短，这个一定要明白。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不是假话，不是吓唬人的，是事实真相啊！所以过去善缘深很好，一起做好事，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好啊！啊！过去这一缘，今天见面就没有好感，一定要知道，过去的怨结得很深，这一生当中小心谨慎，把这个恶缘化解掉。永远存一个心，学佛了，佛弟子。啊，佛教给我们断烦恼，从哪里断起？从见思断起，五种见惑先断。啊，五种见惑，第一个身见，这身体不是我，是什么？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所以身体是我所啊。我呢？我在哪里了？这穿衣服的人是我。这是迷惑之后，把假我当作真我啊，这个现象是假我。为什么？它不可得。如果真的是我，有我，不是没有，有真我。真我是不生不灭。大乘经里头常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那法身是我啊，法身在这部经里面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是什么？四土里头。常寂光土，那是真我啊！真我是本性，是自性，啊，叫法身，它没有现象，没有现象。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念头，也不是能量，啊，它是一切法的根本，就像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万法是什么？是十法界，还包括十宝庄严土。法身菩萨的境界啊，下面到六道轮回，我们叫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万事万物，包括一切诸佛如来佛净土，包括地狱众生跟地狱里面的暴徒，法身能现，语言能现，没有缘不现，不现不能说它无，现不能说它有。经上常说的不生不灭，非有非无。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说不出来呀，也想不到啊。它是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由它而生，但是一切法跟它一个不同的性质，它不生不灭。一切法都是生命包括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真心不生不灭，妄心刹那生灭，这个刹那也很难懂我们只有个概念，这个时间极其短暂，短暂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弥勒菩萨在菩萨住胎经里头，世尊问弥勒心有所念，这叫凡夫。我们起心动念了，知道起个心，动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佛问：即念即相是也。佛问了三桩事情，第一个是即念。多少微细念头组成这一个念头，叫你认识，你知道起心动念有几个念头让你发觉了，你知道了即相，相是物质现象，就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即实实就是八识五十一心所弥勒菩萨回答：一弹指，32亿8千年，这个事情就在我们眼前了。我们从来没离开过，一弹指有32亿8千年，32亿，单位不是千，不是万，是百千，百千是10万。我们把32亿乘10万，得出的数字320兆。这一弹指，320兆，就是320兆次的生命，那么换成现在我们都是用秒做单位，1秒钟它生灭多少次？啊，一弹指是320兆，一秒钟能弹几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我相信，年轻、体力强壮，啊，动作敏捷，确实他能弹7次。 那32亿再乘7，2240兆，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你怎么会知道？这叫什么？这是叫生灭吧。 一秒钟，我们现在眼睛所看到的，耳所听到的音声，啊，鼻所闻的气味，舌尝的酸甜苦辣咸，每一秒钟它的生命次数是2240兆。 就是说，一秒钟当中，它已经从它这里流过的时候，是这么大的一个数字，2240兆。我要问你，哪一个念头是你？哪一个物质现象是你？我们今天身体这个现象。 啊，这个现象就是2240兆次的生灭相。我们看电视，电视画面一秒钟多少次？生灭多少次？100次。你就知道了，生灭100次。 现在把速度加到2240兆，一丝毫你也看不出来，它生灭的动，每一个生灭，没有一对是相同的。 不相同啊！如果是相同，那我们叫它做相续相。它不相同，不相同，每一张画面都是独立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啊，比如在这个房间，我们看这1个小时没有什么变更呢，这不都是一样的吗？ 但是如果看整个香港市区，那就不一样了。啊，那如果再看是整个地球，那就更不一样了。啊，这个生灭的相多大呢？面积多大呢？无量无边。啊，真正是所谓的。 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没有边际，这是现的，自现能现的，所现的，能现的是自现。自现里面什么都没有，它能现一切法。 慧能大师知道，他给我们描绘的啊，他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变法界虚空界。具足我们世间人讲整个宇宙。圆满的宇宙。本自具足，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它是什么样子？能大师说了，第四句说了，本无动摇，它没动。从来没动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性本定。所以真心人，真心是定的，本无动摇；妄心是动的，就是阿赖耶。阿赖耶就是刚才所说的，每一秒钟波动多少次，就动摇多少次。2240兆次，凡是生灭的都是假的。《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心能现能变，能生能灭。真心没有这个，没有这种现象。妄心阿赖耶能生能灭。这是现在科学家所研究的。自信、真心，在本经称之为常寂光，三个字形容它。它是光，这光常，常就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常寂光，寂是清净，从来没有染污。光是光明，彻照全宇宙。我们都在常寂光里面，它能现，我们迷了，不是它有生命，我们迷了自信了，看不到了；我们觉悟了，就见到了。在佛经也叫法身。遇到缘，遇到什么缘？遇到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看见性了，见性就是见到常寂光了，见到，但是还没有融入。没有跟常寂光融成一体，融成一体就成佛了。实际上呢，实际上是融成一体，他自己有障碍。报身菩萨、法身菩萨融入了，报身菩萨还没融入。虽然四41品无明断尽了，无明的习气没断啊。10报图里面，41品无明，无明是没有了，真断尽了，习气在啊。 习气没有方法断，时间长了自然没有了。所以佛现10报庄严图，供养他们，请他们在那个地方居住，在那个地方学习。释迦牟尼佛的报图，10报图。 华藏世界，阿弥陀佛的报土，极乐世界。啊，不同的地方呢，是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也是净土，跟方便有余土。 10报庄严土几乎是平等的，你看不出两样啊！不像其他诸佛报土，那就是真的不一样，差别太大。像我们这个地方，华藏世界跟极乐世界是一样的，但是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 大不相同啊！6道轮回更不必说了。啊，法相宗所说的报身能现。 报身是自信、真心，它能现，它能生。啊，10法界一真庄严，是阿赖耶所变的，把10报庄严土变成。 10法界，把10法界又变成6道轮回，这都是阿赖耶的事情。我们如果都搞清楚、都搞明白了，晓得什么一桩事情？一切万法原来是一体啊，这个一体就是法身。 10方30佛共同一法身，佛是大彻大悟，明白了。我们有没有？有啊。我们跟佛没两样啊。佛看我们跟他是一法身的，我们看佛，我们跟他不是一法身啊。我们看错了啊。 所以，这一法身，整个宇宙是一法身啊！我跟诸佛是一法身，一切众生跟我是一法身，一切动物跟我也是一法身，树木花草一法身，山河大地也是一法身，这是真相。 啊，这种显现就是自性里头本具的无量功德之所出现的。这些幻化、完全是梦幻泡影，包括10法界，包括华藏世界，你一定要知道，不可以以为这是真那是假，你就迷了。自信清净心里头本来无一物，你怎么会来个真假？真假是妄念的，迷了，起心动念就完了，不能起心动念。这个时候你想你入菩萨的境界，菩萨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记住同体。无缘是无条件的，慈是爱大家了，悲是怜悯他受苦要帮助他离苦，用慈心帮助他得乐，大慈大悲是自信第一德，自信万德万能，那个万不是数字，代表无量，无量的德能，第一德能就是慈悲，也就是其他宗教里面所讲的爱。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第一德。那我们问，上帝是不是佛的化身？是的。神是不是佛的化身？是的。通通都是佛菩萨。我们根据这个概念来团结全世界的宗教，众神一体。我在日本有一次参加联合国的会议，在日本冈山有几个同修陪到我去看中村康隆老和尚。我们那一个房间圣义峰里头有老和尚的像。那一年老和尚100岁，我们见面谈得很欢喜。他告诉我，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我同意他的说法，我非常欢喜。离开的时候，他的大徒弟桥本老和尚圆寂之后，现在这个山上大和尚就是桥本。乔文告诉我，奇怪，今天我们老和尚一生从来没讲过这个话，他怎么对你讲这个话？就是讲全世界所有宗教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大慈大悲呀！所以宗教可以团结，宗教在今天应当团结，要认祖归宗，祖宗是观世音菩萨。这个信息我有，中村康隆老和尚说出来给我做证明。我是读很多宗教的经典，发现他们里面内容大同小异，说法不一样，意思相同，所以我早年就有想法，那是佛菩萨大慈大悲，像《楞严经》上所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喜欢基督，他就现基督神；你喜欢真主，他就给你现真主神；你喜欢神，他就给你现神神；你喜欢什么，他就给你现什么神，来帮助你，来接引你，来慢慢帮你提升。印度人喜欢佛陀现佛神，中国人喜欢圣人，孔子、老子都是圣人。孔子、老子如果生在印度，印度人会叫他做佛陀。释迦牟尼佛如果出现在中国，中国人称他做圣人。这真相大白啊！所以宗教不但是可以团结，宗教必须团结，世界才有和平。为什么那个时候佛菩萨要这样现身？不这样现身，没法子教啊！佛妹从来没有主动教过人，一定看缘分。所以佛不度无缘之人，他是什么缘，给他现什么身，用这种方法。这方法很能，中国人讲的合情合理合法。那个时候没有交通，没有资讯，绝对大多数的人老死不相往来。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在乡下，确实农村里面有一些老人，他一生都没有进过城，我们那个县城他都没去过，他所去过的地方就是邻近几个小镇他去过，城里面没一生都没去过。那就必须要分身。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交通发达了，资讯发达了。从香港到英国伦敦，以前坐船要3-4个月，现在12个小时就飞到了。那个时候佛是要分身，到处分身。现在怎么样？分身收回来，收一个身，才对呀，才能讲得通。所以宗教要团结，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经典要互相学习。我们搞这桩事情，这个11、12年也小有成就。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看法、做法，许许多多宗教跟我们接触之后都能够认同。这宗教一家人。第一桩大事，宗教徒要做的，化解宗教冲突。决定不许可有因宗教而发生战争，这是决定违背神的意愿。绝对不会有一尊神人是喜欢杀人的，没有。每一个宗教都有不杀生，不能杀人。都有这个戒律，所以把每一个宗教戒律找出来，每一个宗教最重要的教义解释找出来，我们来融合。讲的确实，讲的最清楚、最透彻、最明白的是大乘佛教。啊，也要像佛陀当年在世，咱们办学，办佛教大学，办宗教大学，啊，宗教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有研究所。像释迦当年在世，啊，讲阿含小学，方等是中学，般若是大学，法华涅槃是研究所。啊，宗教在这个时代大团结，那么这些都是说明变化，善恶变化。幕后一句，慧见悟起啊！但是在大乘佛法里面告诉我，是一体，众生是一体啊。由于阿赖耶里面所含的种子不一样，这个种子有善有恶有无记啊，种子遇到缘起现行，就变现出六道轮回啊。其实六道轮回也是一场梦啊，我们总是要真正明了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庄子说的。庄子是战国时代的人，跟孟子同时代。那个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啊，你看这两句话跟《华严经》是不是同一个境界？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那就是《华严经》啊。他不是佛，他怎么能说得出来？啊，所以我们要多看、多读、多学习，把心量拓开。能包容整个宇宙，能包容变法界、虚空界啊！承认我们是一体，他不知道，我知道啊。他以恶意对我，我以善意待他，慢慢帮助他回头认识了，这是正确的。啊，决定不能有报复，啊，不能有敌对，啊，敌对是属于边界，就是两边，没有两边，不要分别，不分别，两边就不存在了。啊，不执着，六道轮回就不见了。六道轮回是从执着生的，啊，十法界是从分别生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六道十法界就没有了。那是什么？十八图现前啊！恭喜你，你证得圆教大乘、圆教初住。生十八土啊！啊，在十八土把41品无明断尽，就是等觉菩萨。最后的生相无明习气断了，就真的妙觉果位，功德圆满，圆满的融入常寂光，跟一切诸佛同体，同一个常寂光。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知道，要肯定，要承认，我们现在跟诸佛如来的常寂光也融在一体，只是我们不知道。诸佛如来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立常寂光，立常寂光什么都没有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们在常寂光里头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破了啊，这不是一般人能相信的啊！为什么？一般人烦恼太重了，分别执着太重了，他不能相信；分别执着轻，他能相信。所以在十法界里面，菩萨、佛，他能接受大乘。啊，他一契入大乘，他境界就提升了，从十法界提升到十宝庄严土。所以善报、善恶、感报、极速过越一切，追逐所生，逐是追从，为所生之处，果报追随，相从不舍，随其业因，感得善恶之报。这一句念老给我们用白话解释的很清楚了啊，上面写着这么多字都是引经据典，他的注解都有来历的，不是随便说的啊。这一句真正的意思就是所生之处，六道、天道，天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还有欲界天啊。我们一般人在六道轮回，我们没有得禅定，初禅都没有。你在天道在哪里？在欲界。欲界有六层，从四王天开始，忉利、夜摩、兜率、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在这里头啊。啊，四空天也如是，修四空定，报得的处所，无论你身在哪一道，都会遇到冤亲债主、过去生中。多生多世啊，累劫的冤亲债主，他们在追随，他们在寻找啊，遇到冤业的抱怨呢，遇到善行的，过去在修善的，他来报恩，报恩报怨。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受人侮辱，受人欺负，不学佛的时候不服气啊！你无缘无故欺负我，我要报复你。学了佛之后，就会想想，可能是我过去生中对他不起啊，我是这样对待他，今天他来捉弄我，哎，想到这里，冤冤相报，一笑了之，我就受了，我不再怨恨他了。啊，希望这个结就化解了，来生再遇到的时候就是好朋友了，啊，说不定是志同道合，啊，成就无量功德，都有可能的。啊，如果想到一体一生，那就更没话说。啊，那一种报应，那就好比是牙齿咬到舌头，把舌头咬破了，舌头决定不会报复。为什么？一体啊，知道所有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亲是一体，怨也是一体。啊，亲这一体好啊，可以合作啊，啊，永远不会背离，可以在一起修真实功德。啊，冤亲债主是来找麻烦的，是来搞破坏的，甚至是来陷害我们的，我们知道了，一下子报了，报了以后就没事了。啊，没有怨恨心，啊，没有报复的念头。我常常劝同学，一生，我们在一生当中，没有一个冤家对头。我们对人对事对物没有一个怨恨，这个一生都快乐，法喜充满了。像弥勒菩萨一样，一天到晚笑眯眯的啊，什么都能包容，什么都不在乎啊。我们是包容，实际上是什么？不放在心上。为什么？心本来无一物，你怎么可以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是六道凡夫，不放在心上至少是阿罗汉。这叫真修行。真修行在哪里修？眼在色尘上修，看得清楚，看得明了，不放在心上就对了。啊，你提起来我知道，你不提起来的时候，我心空空的，什么都没有，这就对了。而在身身上修啊，练啊，啊，修行练功啊，听得清楚，不放在心上，不放在心上就是修佛行啊。佛跟我们为什么差别？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我们的接触马上连带生起来的妄想、杂念、分别、执着，统统都起来了。啊，佛的本事佛看得清楚，看得明白，没有起心，没动念，这就是佛。菩萨他有起心动念，但是他没有分别之处，比我们高啊！阿罗汉还有分别，没有之处，这你就完全明白了。六道轮回是分别执着啊，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四样东西造成的六道轮回啊，不能够不执着，六道就不见了，六道轮回没有了，有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有这个四法界，这个四法界有分别，如果分别也没有了，这四法界没有了，就超越十法界了啊！生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里面啊，这个十报土里头没有了，起心动念没有了啊，叫法身菩萨了啊，他把无明烦恼就是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无明烦恼就断了，功夫深的习气都没有，习气都没有，才真正是妙觉。等觉以下还有习气，习气有轻重不一样，十地轻，三贤重。三贤是十住、十行、十回向，烦恼习气重啊，轻十信轻。到等觉就断尽了，断尽等觉就潜入妙觉了啊，《华严经》上说的啊，所以用什么功？见色闻声，不着见色闻声的相，这叫用功。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掌握住啊！啊，这一句就是解释经文，很清楚。所生之处，果报追随，相从不舍。这几句要记住，三句。我们的一生。记住这句话，天天所遇到的是果报追随，相从不已，果报要受啊，受都不放在心上，都不会引起分别执着，这就是高真修行人。就这一点啊，我们还把事情放在心上，错了，心上没丝毫啊，什么都没有啊。啊，随其业因，感得善果之报。我们跟人事物接触啊，感受有苦乐，那就是善恶的之报啊，一笑了之，没把它当作一回事情看，这就对了。加强素云，做善者天堂果报一代之，作恶者道山见树一代之，因果果义，三处悬殊，故临终分手，今生永别。三途一报无千劫。希望大家记住这一句话，永远不能忘记。 天天提醒自己，我们这一生算得了什么？吃再大的亏，头被人砍掉了，手被人剁掉了，没有怨恨心，学人如仙人。为什么爆掉了？也许我过去就是这样对他的。 今天还债还掉了，没有怨恨，没有敌对，而且还感恩，好事，这个恶总算是了了，这个报了了，你要存这个心，这绝不是阿 Q 精神，绝不是。 这是最高的智慧。为什么？你要不这样做，五千劫还在这里头，你们抱来抱去，一次比一次激烈，你就想到多苦。怎么能干这种傻事？所以一笑了之，要感恩，把怨恨的心变成感恩的心。 把那报复的念头变成报恩的念头，他真为什么消业了？这就是感恩。他再次提，所以因果这个作恶的刀山剑树是指地狱，辗转六道，何日重逢？重逢亦不相识，故曰会见无期。这是真的，一点都不错。我们看底下这一段，劝利。 修善，力是努力我们看经文，何不与强见识，努力修善，于何待乎？这一段劝喻世人舍恶修善真正修善，也不必要人知道。 知道别人赞叹，这一赞叹，你的善全沾光了，功德都报销了，没有人知道。所以做无名英雄，那个善叫阴德，阴德报得厚啊，积阴德了。干不善的事情。 希望人宣扬，为什么爆掉了？叫重罪轻报做的好事也被人宣扬轻报了，太可惜了这个就是自己真诚心。 恭敬心、清净心，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我们看经文：何不与强见识，努力修善，于何待乎？ 不能等待要认真努力去做啊！什么是真善？信愿持名，第一大善，没有比这个善更大了。你想想看，纵然你比海贤老和尚还有福报，他念佛92年，你能够念100年，要往生啊！不往生呢，人天福报，那就错了。人间没这么大的福报，天上有。你到天上去做天王去，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你真有大福报，由你去挑选。你可以随心所欲，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但是不究竟呢，天寿命长，还是会有到的时候。寿命到了怎么办？从天上上不去了，掉下来了。天上享福啊，修福的机会很少啊，享福的机会呢，天天都是啊，所以很多人羡慕升天，都想到天堂啊。我们很清楚，福报享完了怎么办？要往下堕落，所以他不究竟。还是极乐世界好，到那个地方，第一个你得到的梦寐所求的无量寿啊，真无量寿，不是假的啊，不是所谓有量的无量，它是无量的无量，要不要？我们这一生运气好，过去生中修大福德，你才能在这个时候得人生闻佛法。遇到今天这个社会状况，让你看到，你会认真努力，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求生净土。那么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对于这种修行人、求往生的人说，好环境啊！如果这个环境是太平盛世，生活非常好，对于学佛就忘掉了。这时间不错嘛，还挺值得留念的，不想去了啊！所以这个世间让你衣食住行坐立不安。啊，真的，贵而不安，富而不乐，这怎么办？这就想到念佛，哎呀，还是极乐世界好啊！认真努力，信愿持名，帮助我们做逆增上缘啊！这个世间1000万缘。统统放下，没有丝毫留念啊！真实的功德遇到了，努力去做啊，做成就了，众生有福，佛力加持啊！不要自己居功，我做了多少好事，我没做。佛菩萨加持的，大家做的，这真是功德。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这8个字是纲领，劝喻世人舍我修身。佛干这事情，我们也要干这个事情。我们在今天干这个事情，从自己认真干起，让别人先看，然后再听我讲。啊，现在的教学，人家要看证据，要看榜样。没有样子，人家不相信。干什么都要有个模型。啊，我们先要把学佛的样子做出来。啊，这个样子最简单的，我对初学人一般教给他的真相学佛，内断贪嗔痴慢疑。要干这个啊！外面学孔老夫子，温良恭俭让，就这4个字。你先去学，好好的学1个月，学3个月，学半年，学1年，看看像不像啊！孔夫子他的学生，跟老师见面，跟老师相处，啊，很明显、很深刻的感到老师温和、善良、恭敬，对人、对事、对物都恭敬，没有丝毫傲慢。啊，平等对待，节俭、谦让，啊，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跟什么人竞争过，没有。夫子自己教自己谦让，也教别人让。现在这个世界麻烦在哪里？从幼稚园上学，父母、老师都叫你竞争，竞争提升到最后就是毁灭了。啊，竞争升级到斗争，斗争升级到战争。现在战争是核武生化，整个人类在地球上消失。这个要知道。啊，所以学佛从哪里学起？从做人学起。做人从哪里学起？就从这10个字做起。啊，贪嗔痴慢疑是意我，就是思想念头。啊，对于我们日常生活适可而止，够用就好了，不必多求啊。啊，我这个讲经这么多年来，大概前面2、3年我有时候就买件衣服，以后就没有做过衣服了，衣服都是人家供养的，供养太多，开衣服店了，所以什么人合适，穿去穿走了，好啊！如何能够像世尊在世三衣一钵，多自在啊！现在我们常常去旅行，北面是冬天，赤道是夏天，这个三季可能在一个月当中都遇到。那么只要留这三季能保暖、能遮体的够了啊，何必要那么多呢？供养的钱财，我们都拿去做慈善事业学印光大师印诵经论善书到处给人结缘帮助学生，清寒的学生，我们是奖学金帮助他读书佛教原本它就是一个教育，释迦牟尼佛的教育，我们要恢复教学的面貌释迦牟尼佛30岁开悟，就在落叶园办讲座，讲阿含经。给学佛人扎根了阿含里面内容包括伦理、道德、因果跟身心教育，非常好这扎根了，从做人做起佛门讲修行从哪里下手？张家大师告诉我，看破放下我们再回头看中国的儒家，儒家从哪里下手？大学里面说了，各无知止，各无就是放下，知止就是看破，用的名词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各无，无就是物欲衣食住行自身的必须要用的这些东西，有贪嗔痴不行你就放不下必须要淡泊名闻利养要淡泊，生活日常生活要淡泊，这叫格物。格是格斗，打仗，跟谁打仗？跟自己的欲望打一仗，要把自己的欲望战胜，然后智慧就出来了。所以智止原来我们的智慧被欲望掩盖住了，透不出来，现在把欲望打掉，智慧就出现了跟佛法一样，佛法叫断烦恼、开智慧。断烦恼放下，开智慧看破了。所以仔细去读这些书，它贯通了，然后才晓得孔老夫子的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平等。孔子之前，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圣人，都是佛菩萨化身来，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怎样才能明心见性？心清净到极处，妄心清净到极处，妄就没有了，真心现前；妄没了，真现前，就这么回事。所以古人教我们读书，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就用读书的方法修禅定，读书1000遍就是修禅定，从头到尾念，念上1000遍，像一本四书，每一天念1遍，1000遍1年就念完了，1年念这个，这里头不求解义，什么意思都没有，只要念，没有把字念错，没有把句子念掉、漏掉，这1000遍就修定。你只有读诵这个经课文，没有起心动念这样的念，没有分别执着的念，就是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念掉。1000遍念下来，有这么长的时间，就开悟了，其义自见了。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慢慢就明白了，自然明白。如果还不够，再念1000遍，大悟；1000遍小悟，2000遍大悟，3000遍大彻大悟。用这种方法。喜欢用什么书都可以，因为它是修定，它不是研究经教。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下一堂我们还是从这个地方学起。